那也在这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啊，能够啊全力以赴来支持我们的宝珍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啊？好，来黄宝珍，动算，黄宝珍。剩下二十天，回去帮他顾票，帮他催票，好不好？好。二号的黄宝珍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黄宝珍，动算。黄宝珍，动算。宝珍，宝珍，宝珍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Fresh out of East Atlanta with no memorandum. Fresh out of East Atlanta, bump, bump, bump. Take me back to East Atlanta.
协助才能够让我们永福里能够来换新来创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选二号黄宝珍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慈爱坚强，太土太土强，风浪太宽，面对心酸，将困难排开。以前四年前呢，我讲过的，哦，里长做不好，换人一定要把他拉下，啊，哦，那这是我四年前，我今天在这里呢，负荆请罪。四年前我在某某站台的时候，我说你做不好，照样把你拉下。今天我也用这一句话来勉励我们的未来的新里长，二号黄宝珍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二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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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号
首先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哈、很美女哈、这么夸赞哈。我是新北市三重五顺里的洪里长，所以我从台北赶过来，最主要目的除了帮洪里长加油之外，也肯定他将近多年来在社区的贡献跟服务。期望各位乡亲给一个好的里长、好的理事长，这种好的背景、好的优质的团队，给他们加分，也共同来支持我们二号黄宝珍黄里长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五顺里的里长哈，黄宝珍，动帅，宝珍，宝珍，宝珍，动帅，动帅，动帅。现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里长的政见说明。各位亲爱的乡亲、好邻居、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二号里长登记候选人黄宝珍。宝珍这一次来参选永福里的里长，宝珍是永福里的一个真心为大家服务的真心，来为大家来服务。我主要争取的政见有七点。第一点，落实长照2.0计划，关怀幼童及照顾弱势长者。第二项，我要争取65岁以上每年最少一次免费旅游。第三项，争取中埔国小营养午餐免费。第四项，开办多元文化学习。第五项，美化社区环境营造。第六项，设置电子看板，提供多元就业机会。第七项，加装监视器、广播器，维护社区的安全。这是我七项的最重要的政见，所以希望大家给我支持。这一次我保证不是一个人的参选，是所有永福里的乡亲好朋友大家一起参与的选战。我们要让永福里更和谐、更幸福、更美丽，大家一起给我保证力量，我有信心，相信保证是您最好的选择。现任做不到的事情，由保证来为大家做。保证当选以后，必定以里民至上、服务第一的标杆。永福要创新，里长要换新，打造一个新永福，给保证机会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记得11月24号，二号要支持我，我一定会为全民谋福最好的福利，为全民认真的服务。请大家给我机会，祝福大家阖家平安、幸福快乐，谢谢。黄宝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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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让他来签署我们的支票。刚才大家有没有听清楚？有没有听清楚？有拍照存证哈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所有的啊，我们的优质的干部需要他呢来背书的哈。那一样，我要让他签署，这表示证明，好，他必须要去做到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大家见证这最重要的一刻，好。尤其呢，在我们的土地公面前哈，那签下去，他就一定要来落实执行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落实什么？好，我们四年来，我在我们的永福社区据点服务呢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。人家说我们的长者如父母，我没有看过现任的里长到我们社区来，四年来，总共12年，我们的里办公处呢是在楼上，
他没有进过来，啊，然后对你们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关心到你们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现在时机很坏，啊，但是我们有回馈金，为什么我们的子女读中福国小没有隐藏营养午餐呢？哎，据我所知，哦，我们的议长那天有说过的，我不知道现场我们嘉宾有没有听到。哦，我们的内地里文化资班，还有哪一里青浦，他们的孩子都有营养午餐来供应。为什么我们中福，而且现任的里长他是委员之一，为什么没有？我们要不要去争取这个福利？要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其中福利之一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哎，我们要争取到我们的观光资源，我们必须打造的，哦，我们所提出的，哎，艺文人行道有 3D 彩绘，当然希望未来我们的里长也是能够，我们有人潮就有钱潮，希望大家开门钱就滚滚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样大家有没有一口饭吃？有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的电子扛棒要不要，有没有必要设？设。因为呢，广播器有时候一广播风一吹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看不到，听不到。我们设置了我们的电子扛棒，啊，电子跑马灯。哎，我有时候下班呐，哎，我就知道说，哎，今天我们永福发生了什么大小事，我一看，我一目了然。需不需要？需不需要？需要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为了我身家的财产安全，监视器需不需要？需要。需不需要？需要。哎，没有开嘴的哈，我就知道你不需要哦。需不需要？需要，非常需要，非常需要。对，我们的前后每一项前后，我们来争取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再来呢，我希望我们未来的里长能够结合我们的中立工业区，现在中年失业的，还有待就业的，我们来请我们未来的里长来跟我们的中业工业区的老板们来商量，啊，让我们的幼师团体呢能够有妥善的工作机会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再来是我们的福利，我们的人生呢是五谷杂粮，无非要生病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我们也落实我们的医疗健全网，例如我们可以用周边的天成医院，啊，它能够让我们，啊，及早服务，我们及早来保障我的身体健康。啊，例如现在我们现在不是拿药吗？要连续处方签吗？我们需要有专人来服务，我们直接请里长这边请专人，啊，直接以后连续处方签就拿来请我们里长这边有专人服务去帮你领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就我们就不用去啊挤得要命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婆婆啊，先啊，啊，恁家还有，我为你们争取，我就要盯死他，你不知道哈？哎，你们都没有给我掌声一下哈？有。好。65岁以上呢，我们每年举办让他们去游，好不好？65岁，咱卡等在用的时阵，咱都可以是剃剃头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每年都争取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请问我们里长，刚才的以上的证件，你做得到吗？我都做得到。而且一定做得到，一定做到。来，二号动算，二号动算，二号动算，王宝珍动算，二号动算动算动算。
的贵宾哈，二号董帅，二号董帅。那我想保证呢，我很清楚他，尤其在活动中心哦，他这个关怀据点，包括他对银发族的这个每日的共餐，我们都看到了他自己领导，那么很多的志工的努力，让我们看到了。他对银发族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付出。我想宝珍姐刚才提出非常多的政见，她提出的政见是微超看到所有的里长候选人提出最扎实、最认真，也代表着她想好未来永福里要推动的建设有哪些。这么优质的候选人，绝对值得大家的支持。我们永福里的集会所使用率相当的高，所以集会所后面会盖二楼。我们给黄宝珍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永福社区发展协会是全桃园最优秀的一个社区发展协会。我看到他办了非常多大小的活动，非常的多元，让很多民众都可以有机会来参与。我也看到他办的关怀据点，让老人可以共餐，有更好的感情，有更好的健康。那不管是各项的活动，我想都办得非常踏实。关怀据点照顾长者，照顾银发族，还有永福国小免费营养午餐，这个也是美英提出的政见，希望国中小都能够全面达到免费营养午餐，请支持二号黄宝珍。这么认真，这么老实，默默在耕耘，默默为我们永福里长期付出的黄宝珍，我们是不是全力来支持他，让他能够当选我们永福里的大家长、里长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是以代表黄姓中心会竞选后援会的身份上台。那我要感谢我们竞选团队的每一位先生女士们，更要感谢我们永福里的各位选民啊！大家这一次有这样机会来鼓励我们宝珍出来选后里长。黄宝珍董帅，黄宝珍董帅，黄宝珍董帅，黄宝珍董帅啊！黄宝珍服务最认真，所以你一定要选二号黄宝珍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永福呢美梦能够成真。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莅临指导，好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永福要创新，里长要换新，好，让我们的永福美梦成真。李晨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。经常